那也又把年轻的林子豪带进来了。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外野方向非常深远的飞球往后推跳起来，哇，院正华接到，这个厉害，Nice catch， 这个厉害，哇，这眼看就要落地形成长打，硬是跳起来接杀出局，五星级的美记手背，德宝拉，感谢你，哇，这个是真的厉害，这个怎么接的？ 然后他第一个时间哦，我们看好像转错的方向，可是他有及时修正过来，最后还可以接到球。哇哦，这手套身体延伸出去，再看一下岳振华，哦，这个厉害，真的，哇哦，还真的少见，因为他这个球是对着他正面过来的平飞球，所以很难判断，也很难接。 就他居然可以把它处理好，对，这个接杀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啊，也赢得了德宝拉的信任。嗯哼，来到150了，哦，秀发的出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西，台湾大赛请锁定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Twitch 哦，我们一起加油！